你这车可真是太酷了！送给你。对不起啊，我好像是把什么东西给摁开了。没事儿，你把车库的门给打开了。车库？嗯。你不开车，你还用车库啊？我有一辆车。你怎么会买车啊？看不到颜色不能开车。 这个是比赛的奖品。哇，这车好漂亮啊，颜色也好看，这标看着好眼熟啊！一匹小马，两个前腿往前面一探，什么牌子来着？ 法拉利。哦，我知道，虽然说吧，我对车不太了解，但是法拉利我还是知道的。上去试试。我不会开车。不是让你开出去，试一试也不违法。去你的！摁那个。 这个吗？嗯。哎，你又不开车，你怎么知道这些的？我知道开车的所有细节，只是缺少一双辨别颜色的眼睛。如果说有一天我能看到颜色的话，一定去考一个驾照。 那等你考上驾照了，带我去兜风。一言为定。打勾。哇，你这车可真是太酷了。你喜欢？嗯。送给你。 上辈子是拯救了银河系吗？不行，你这车我可不能要。反正我也开不了。无功不受禄。你给我做饭了。我给你做饭就行吗？那我不得给你做一辈子饭。这车怎么灭了呢？这不会是坏了吧？ 看来，你真的要给我做一辈子饭了。我没摁什么地方呀，它怎么就灭了呢？没油了。